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爱阅读，为你朗读。你好，我是林又田，今天我要讲故事是兔子喜欢做的事。这只大兔子喜欢做兔子做的事，它喜欢蹦蹦蹦，也喜欢跳跳跳。它喜欢捻捻胡须，也喜欢洗洗耳朵。它喜欢躲进洞里，也喜欢睡懒觉。大兔子还喜欢做不是兔子做的事，它喜欢画画，还喜欢玩音乐，这让它非常快乐。它每天都很开心，它让林子里充满了色彩和音乐。它的快乐感染了所有的兔子。有一天，大兔子突然不见了，兔子们到处都找不到它，非常难过。林子里变得轻悄悄，灰蒙蒙的。大兔子只留下了一个洞穴，一个又深又黑的洞穴。但是，爬进洞穴，兔子们发现大兔子留给他们一些礼物。这里有许多东西，可以让他们玩色彩和音乐。不一会儿，兔子们发现，他们也开始喜欢做不是兔子做的事，让他们想非常想念大兔子。不过，他们不再难过了，相反，他们感到非常非常快乐。林子里再次充满了色彩和音乐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